打到街坊残废，最难判监3年零4个月。可怜51岁住天水围天池村嘅叶永安，虽然以前患精神病，仍然能够独居，但事发之后失去自理能力，大小便都要人照顾。9年9月，佢同28岁旧街坊林振伟一齐饮酒，但后嚟就口角动武。佢跌咗落地，林振伟狂踢头，佢冇晒知觉，林振伟仲用把遮插佢口。佢系魔鬼，唔可以留低。叶永安事后神经受损，口齿不清，相信难以康复。法官指事件非常不幸，形容叶永安而家形同残废。斥责本身有4次同暴力有关案底的林振伟，明知酒精祸害，但仍然纵情饮酒，不值得同情，判佢监禁3年零4个月。古天乐、曾志伟、杨千嬅、梁咏琪，真正香港人的故事，彭浩翔作品《香港仔》，5月8日，港人港事，触动心灵。